这一趟呢，大概花了多少钱呢？没多少，15万。多少？10万。多少？5万。到底多少？15万8。 怎么知道很反常啊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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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去啊？妈。 去诊所，我再给人扎几针去，挣点钱。别，这时候您去诊所干嘛呀？就是。那我知道我们俩错了，确实我们俩花了太多的钱。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到哪儿了？这花太多钱了呀，真是。没错，没错，年轻人嘛，愿意花是吧？愿意美，愿意吃。另外，你们又那么孝顺，给我们买那么多礼物，没事儿花点，妈再去挣。妈，您多，您别吃了，我知道您这时候心里一定有钱是吧？有钱，您不能这样。 您这时候跟平时不太一样，您有钱得发出来，完了你就没事了。要不您骂我们？您别这心脏受不了。没气儿，没事儿。妈，您千万别这样。妈，我求求您了，真的，我错了。去是吧？对。那要这样的话，就我倒有个主意。您说。嗯、这么着，你俩把那个卡，这次玩完了还剩了那个卡嘛，就上交。 我给你们保管着，这样不就省着你们就乱花了吗？是吧？真的，儿子，这个这么花吧，这真是也受不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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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别说了，来，给您。这以后你花钱的时候，你再问我要。啊？那来，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个就俩呀？没了。他呢？这就这个呀。 都在我这儿。你们别误会啊，我可不动你们的钱，我就是帮你们保管，然后你们需要花的时候就到我这儿来拿，好吧？钱放您这，我们当然放心。您坐好，喝口水，来。不去了。来来，您慢，您坐会儿。来来来，赶紧。真是孝顺呐！哎呀，这里边还剩点没有？有，还有啊。有。 那方便的时候，密码再告诉我一下。你这个发到我手机上。